位位聽聽聽聽，好啦嗱，各位同學，咁呢度咧係第二份嚟㗎，呢第二份咧，其實我哋延續翻上次講嗰條幾條嘅identity 啊，第一條呢條，咁你睇下記唔記得咩嚟啊 ？A square 減 B square 係俾兩秒鐘你諗下先，就是、A 減 B A 加 B 啊啦，冇錯。好，呢條咧 A square 加二 AB 加 B square 咧，好啦，兩秒鐘，一、二 ，Oh yes, good， 就 A 加 B 嘅 all square 啦。咁要 A square 減二 AB 加 B square 咧，三秒鐘，一、二、三 ，Oh good 啊，咁都俾你答中啦，就 A 減 B all square 啦。好嗱，咁我哋今日咧會講多兩條嘅，咁嗰兩條咧。就應該是你中三一開始講啦，咁有些學生可能佢哋中二都已經教咗啦，就三次減三次，咁三次減三條即係點咧？就 A 減 B， 跟住 A 二次加 AB 加 B 二次。好啦，咁然之後咧就有一條 A 三次加 B 三次，咁係咩咧？就係 A 加 B。乘以 A 二次減 AB 加 B 二次，咁我再做個證明俾你睇先啦。不過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總共五條裡面就係你即係 syllabus 上面即係其中即係應該係獨立咗一個篇章嚟㗎啦。好啦，咁我做一做呢個 proof 先啦。我喺呢度寫啦，我寫過俾你睇。A 三次加 B 三次嗰條寫啦，好就等於呢條，咁我用個。呢條啦，咁我哋 right hand side 嗰度寫一寫啦 ，right hand side 咁。嗱呢個乘落去就 A 三次，A 三次，呢個係 A 二次 B， 呢個係 A B 二次，好，跟住呢個係 A 二次 B 減 A B 二次。加 B 三次，嗱你發覺咧，其實好 cancel 曬嘅，呢個同呢個 cancel， 呢個同呢個 cancel， 所以最尾咧就變 A 三次加 B 三次，等於 right hand side 啦，係嘛？咁呢條都係咁樣做啫，我哋喺呢面打開佢嘅。咁嗱，最重要呢兩條嘅分別咧，其中一樣嘢就有同學成日分唔到呢兩條打邊條，邊條打邊條啦。嗱，A 三次加 B 三次咧就 A 加 B， 個加咧就跟翻加嘅，呢個就減嘅。A 三次減 B 三次就減，呢個就加嘅。咁樣 ，OK 未先？好啦，咁所以我哋就可以即係俾少少時間你記一記啦。最重要嗰個呢個係 sum of two quadrants。即係兩個三次方嘅和，而呢個咧係 difference of two curves 咁樣。你一定要寫翻佢個 formula 係三次加三次同埋三次減三次，若然不是就不能夠用嘅。好啦，我哋套落去用個條底條都係大啲嘅啦。呢個肯定唔係三次一個。完整的三次啦，但係呢個肯定就唔係一個完整三次啦。我抽個二出嚟先，就 x 三次啦。x 三次就係一個完整的三次啦。八 y 三次，八 y 三次都唔係一個完整的三次，所以我哋要將佢八 y 三次寫做二 y 嘅三次。好啦，對比之下呢、這個就會係 a， 所以係 a 減 b。好啦，第二嚿係 x square 加2 x 乘 2y， 即係 ab 嚟㗎呢個 ab 啊，再加 b 二次 2y 嘅二次。好。跟住呢條咯，呢條都你要將佢寫翻做一個完整嘅二次方先啦嚇。
个八写个二嘅三字，好嗱，留意呢条睇唔睇到啦？对比翻就变咗 A 加 B，A 系 N 啊 ，B 系二 over N 啊，所以就系 N 加二 over N。好啦 ，N 嘅二次 ，N 嘅二次即系呢个 N 嘅二次啦，减两个乘埋 N 乘二 over N， 再加二 over N 嘅二次。n square 減二，再加四 over n square。好啦，呢度我第一 part 先啦，嗱，講完咗第一 part 先，咁就俾你消化一下先，因為後面仲要講好多條三次方點樣去搞嚟搞去，一陣我留將佢抄低咗之後，我逐條逐條咁同你對，睇下用點樣用落去啊。好嗱，呢度第一 part 先。好啦，嗱，咁我哋繼續講落去咯喎，嗱，咁我將佢嗰三次方加三次同埋三次加減三次嗰個式咧。寫出嚟俾你睇先啊，咁啊等你去即係記憶起先 ，A 三次加 B 三次係等於 好意思啊，因為個 feedback 太勁啊，好啦，就會係 A 加 B，A 二次減 AB 加 B 二次，好啦 ，A 三次減 B 三次咧。就 A 減 B A 二次加 A B 加 B 二次，咁我哋睇下點樣用啦。呢條式就應該用呢條啦，係咪？加嗰個嘛，咁就將廿七咧就變咗做三個三次啦。聽清楚啊！嗱，如果佢寫唔到三次嘅話咧，咁佢就唔可以用呢三呢兩條式噶啦，寫到先得啊。所以 sum of two curves 咧係要咁樣用落去啊。A 係 x， 所以 x 加三。这个呢个 x square 减 x 乘三即三 x 加三嘅二次，好 x 加三 x square 减三 x 加九，好嗱呢、这个又系嗰个问题啦，即系我哋首先将佢应该系呢条嚟噶啦，咁但系我哋睇下个罗氏可唔可以写到三，即系某个数嘅三字先，罗氏可以写到嘅四嘅三字。咁啦，你咁咧就對到啦，就係、是、對翻佢，咁就 A 啊，唔好意思啊，等於 A 即系 M 減四，跟住 M 嘅二次加 M 乘四即系四 M， 再加十六，好嗱，呢、这個做完噶啦，咁咧就好啦。呢、这個係咪三次呢？哦，一定要係㗎啦，即係如果唔係嘅話，佢即係唔會咁樣俾你咁樣先嗱，佢就唔會即係中間又唔會屈你機嘅，應該好啦。咁嗱，一咧可以寫到一嘅三次，八 B 三次可以寫到二 B， 跟住括三次。咁嗱，你因為你初學，你哋都係初學啊，所以我一定要你保證到你哋寫到呢啲formula出嚟先。好，好啦，嗱，即係呢個嚟嘅，即係一減二 B。这个是一的二次加一乘二 B 即是二 B， 再加二 B 的二次即是四 B 的二次。好了，继续了，这条三条三呢，不要想着太开心了，这条不是加减那条，不是的，因为前面那个减好就不行的，我抽个符出来先， U 三次加 V 三次，哦，原来真真正正呢我们才是用这条的。好了， U 加 VU 二次減 UV 加 V 二次，好 OK 未？好啦，嗱呢條呢條點做咧？嗱，我俾兩分鐘你諗下嘛。一就可以寫做冇錯啦，一嘅三次。六十四咧，六十四實際上咪四嘅三次嚟嘅喎，四嘅三次即係哦冇錯啦，就可以咁樣寫啦。嗱，一大抽嘢，一大撇嘢，即係大撇個，即係你今朝爆就爆出嚟嗰個撇啊！嗱，但係都唔緊要嘅，我哋都係照咁做嘅啫。即係應該用呢條定呢條啊？梗係呢條啦，係咪先？呢條減啊嘛。咁所以嗱 ，A 係一 ，B 係四 AB， 跟住一嘅二次加一乘四 AB， 即係四 AB。
再加 4AB 的二次，即是 16A 二次 B 二次。好，我要化返簡句，寫返靚啲。好啦，一加四 A B 再加十六 A 二次 B 二次，好 ，OK 未？咁我哋繼續講落去啦嚇。咁我試下收起佢，睇下你可唔可以用到邊條色好唔好啊？得唔得咧？你覺得自己，我哋指示咯，好冇？好啦，呢個係 A B 三次，一二五係五嘅三次。一二五是五 C 的三次，好啦，咁即系用边条咧？当然减嗰条啦 ，A B 减五 C。好，嗱，咁你睇翻我啦，我俾你装一装啦，呢个系咪？好啦，呢嚿嘢系点咧 ？A 二次加 A B 加 B 二次，好快，咁你跟唔跟得到咧？慢少少读多次啦 ，A 二次 A 二次即系 A 二次 B 二次，跟住 A B 咧。即係呢兩嚿數乘埋 ，A B 乘五 B 五 C 就係 A B 乘五 C 即係五 A B C， 跟住最尾嗰個係五 C 嘅二次，即係廿五 C 嘅二次，係啦，就係咁樣。好啦，呢度連咗一 part 先啦嚇。咁第四條咧，我就唔做 A 啦，我做埋 B， 我就係做 B。嗱 B 嘅時候咧，我哋唔會選擇靠呢個三次方噶，我哋會選擇咧用呢條色去做。即係當呢嚿嘢係 A， 呢嚿嘢係 B， 咁所以你出嚟嘅時候咧，就一個 pattern 乘以再乘以另外一個 pattern 啦。個 pattern 裏面咧，我寫翻啲 pattern 出嚟嚇，佢係 do 減 do， 好啦，咁然之後呢嚿嘢咧係 do 嘅二次加 do do， 跟住再加。都嘅意思，嗱都咗好多嘢啊！咁我一陣咧填充咁填嘅啫，其實咁啊，希望阿欣兒都一陣即係做嘅時候都會做得掂啊！好啦，呢嚿嘢就會係嚿都就 x 加 y 啊，呢嚿都咧就 x 減 y， 唔會亂得滯咧。其實咁樣你個 my 要有呢撇嘢一撇嘢嗰個感覺，如果冇嘅話咧，你就點都要建立佢啦。好啦，都嗰嚿嘢咧就 x 加 y。呢個係嘟嘟 x 減 y x 減 y， 唔係 x 加 y x 減 y， 最尾嗰嚿嘢就 x 減 y 嘅 odd 啦。好啦，咁未完嘅喎，你要化簡佢嘅喎，就係 x 加 y 減 x 加 y， 呢個嘢飽開佢啦 ，square 加二 xy 加 y 二次。呢個嘢 A 加 B 減 B 又飽開佢 ，X square 減 Y square。呢嚿嘢 ，X square 減二 XY 加 Y square。好，嗱，我哋睇下啲爆力點啊？呢度冇咗個 X， 即係剩翻二 Y。一個 X square， 一個 X square， 三個 X square。好啦，搞掂咗，我哋交叉入去先。xy 二 xy 冇咗，二 xy 冇咗 ，y 二次减 y 二次冇咗，加 y 二次，咁所以 over 我系呢个答案。好啦，嗱呢个第二段先啦吓。喂，睇成。好啦，嗱，咁我哋睇埋下面嗰条啦。咁我哋都系继续去睇翻嗰个公式啊。咁但系就绝即系，当然我哋啲题目就会深啲啦，就可能要做多啲读。功夫啦，嗱咁呢條 a square b 四次減 a 五次 b， 咁我首先抽個 common factor 先，那個 common factor 就係 a 二次同埋 b， 咁抽完之後咧 ，a 二次抽到啦 ，b 就剩翻 b 三次減 a 咧就剩翻三次冇咗 b， 咁所以嗱，即係用呢條啫啦，咁即係話呢度咧，你套落用咧，就會係 b 減 a 嘅咯喎，跟住就。
B 二次加 A B， 即 B A 同 B A， A B 一樣啦 ，A B 同 B A 一樣啦，跟住再加 A 二次。咁我唔使特登排翻個次序噶啦。咁呢 part 咧可能要抽 common factor 嗰個問題啫。好啦，呢個有冇得抽咧？哦，有得抽嘅，十六 A 三次加五啊四 B 三次有冇抽咧？抽個二出嚟先。啊 ，A 三次加二十七 B 三次。嗱，抽完咗之後咧，你要可能觀察到咧，佢都可以各自寫到三次方嘅。八 A 三次可以寫到二 A 三次，廿七可以三 B 嘅三次。好啦，咁我哋套內容啦，加嘅，我即係二 A 加三 B。好，咁跟住呢個係。A 二次即係二 A 二次啦，即係四 A 二次，跟住兩個乘埋就二 A 乘三 A 就係，哦呢個減，唔好意思啊，減即係六 A B， 跟住再加三 B 二次，即係九 B 二次。好啦，咁就不題所言噶咯喎。好，下一條，嗱呢個都係一樣啦 ，U V U 嘅三次 ，V 嘅三次，即係 U V 三次。一可以寫到一嘅三次，咁仲有呢條就 U V 減一 ，U 二次 V 二次減啊加嚟嘅，應該係 U V 再加一嘅二次，所以咁樣嗱。下面嗰啲我唔係全部做曬，我做啲即係輕啲嘅，輕強啲嘅。咁我做呢兩條啦 ，A、B 好冇？咁首先睇下先啦，因為其實佢有兩個 term 一個 term， 兩個 term。咁抽個 common factor 出嚟先，抽個 C 嘅三次 ，D 加二嘅三次，加 C 嘅三次。咁你睇到呢就會用呢條嘅喎 ，A 三次加 B 三次嘅喎，係嘛？就會個 A 係呢個啊，所以 D 加二加 D。第一嚿，對一對啦，係嘛？成批嘢都係咁樣，即係照套內用啫。呢個咧係 D 加二嘅 odd square。當然啦，我哋唔好心急，一定要即刻計到個答案出嚟嘅。但係我哋要一步步慢慢推論佢嘅啫。減 A B 即係 D 加二乘 B， 再加 D 嘅二次。好啦，咁我哋要爆開個括號啊 ，C 二次呢個二 D 加二。这个爆开了它就 D 二次加 4D 加四，乘开它 D 二次减 2D 加 D 二次。这个抽埋个二出嚟 ，D 加一。好啦，睇呢个啦 ，D 二次同 D 二次冇咗，即系剩翻一个 D 二次。咁啊，我拣一拣佢啦，呢个。睇得到啊，希望好啦。咁呢個四 D 減二 D 就變咗二 D， 再加息。咁呢個就 set 咗之後嗰個啦。好啦，呢條咁呢條我哋可以抽過 X 嘅二次，同埋 Y 嘅二次，就變咗 Y 三次。加呢個八咧就冇，即係依然喺度，個 X 就五三次。好啦，咁跟住我哋就寫翻做三次加三次。咁去到呢度，我希望你即係已經開始熟習到佢嗰個 different tool group 同埋三個 tool group 嗰兩條式嗰個運用啦。好啦 ，y 加 2x，y 二次減 2xy， 再加 4x 二次，呢個就係個答案啦。好啦，咁我講埋最後一條啊，講埋最後一條，咁我就開始俾數你做啦，講埋呢條就算數啦，好冇？好啦 ，A 咧 又係變翻佢先啦，咁就應該用呢條啊。好啦，我遮咗佢，我希望你可以即係用到，即係記到條式啦。A 減二 over A， 跟住 A 二次加 A 乘二 over A， 再加二 over A 嘅 all square， 2 A 二
次加呢個二，呢個就變咗四 over A 二次，咁呢個就有答案啦。好 B， B 應該點樣估咧？嗱，我首先因為有時我同上面一定有關㗎啦 ，A 三至減八 A 八 over A 三至一定有啲嘢㗎。咁我睇下邊度有舊嘅字嘅，嗱呢度成入去似似地喎，有一嚿喎，咁所以嗱我就即係成入去嘛，即係要打開喎，咪全部打開曬佢咯。A 二次加二 A 加一，打埋開呢個二 A 二次減二 over A 減八 over A 三次，嗱其實呢嚿嚟㗎，已經有一嚿啦。好啦，咁呢個我乘翻開佢先，乘翻佢 A 三次加二 A 二次加 A， 減二 A 二次減二 over A 減八 over A 三次，呢兩嚿谷埋一齊，谷埋一齊即係我將佢冧埋咗啫。呢兩嚿能唔能一埋咧？哦，唔使啊！呢兩嚿冇咗㗎，因為呢兩嚿 cancel 咗。呢兩嚿咧就加 A over 二 A， 咁樣能埋啦。好，呢、這個嘢我上面就有個結果嘅，就呢嚿啊。OK， 好，跟住抽個 common factor 出嚟。好，咁原來我哋 factorize 咗佢啦。好，唔好意思，呢個好加嘅，呢兩個加埋佢。A 二次加三，再加四 over A 二次。好，呢、這個就最後答案啦。嗱，咁我都係咁諗一下咧，我都係講埋第八條啦，好冇？即係今日第八條，冇錯，第八條 last 條嚟㗎。好，第八條就 x 係呢撇嘢啦，佢要揾 x 二次，即係成嚿嘢嘅二次。咁啊，其實好多開方啊。好嗱，咁我應該點樣睇咧？嗱，你其實我哋可以咁樣睇嘅，就係 a 加 b 嘅二次咧，等於 a 二次加二 a b 加 b 二次。我如果我當呢嚿係 a 嘅話，呢嚿係 b。根據條式做咧 ，A 二次 ，A 二次即係呢個成個二次，整個二次即係冇個開方。我寫埋佢啦，呢個二次，跟住加二 AB， 係二 AB， 跟住再加 B 二次，好。二次方同開方啱啱好對消咗，所以呢度變咗開方七就唔開方三。呢個點樣處理佢呢？我將一個開方框住曬佢，開方七減開方三四括啊，即係框住曬佢，要俾個括佢啦。呢個冇咗開方，即係開方七加開方三。咁你我睇佢個問題嘅時候，呢兩嚿冇咗嘅，即係兩個開方七。呢度點做呢 a 減 b a 加 b， 你唔好即係冇計得咁快，因為其實你要將嗰五條即係好靈活運用㗎，開方七嘅二次減開方三嘅二次，唔係去唔到嗰個 ds 嗰 level 㗎，七減三四，四開方係二，即係四。好啦，呢度就講完啦。嗱，咁我寫翻啲數俾你做一做先啦。咁嗱，我哋。即係俾少啲你做啦，即係等你開心啲。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行。十二、十三，跟住我揀。
但咧 delay 啲就諗A B 神龍 A。因為其實我都是在網上看，即是給你做，所以我不可以，即是有些東西我未必control到的，未必即時教到你，那就早上不那一行。好，那這裡今天去到這裡了。